更多的棒球和休闲管理的人才，台北城市科技大学聘请王牌教师曹君阳担任休闲系老师和棒球队的首席教练。而许多棒球界精英，包括彭振敏、王建民、张泰山、陈冠宇等球星也录制短片献上祝福。从小就想当老师的曹君阳，圆梦进入到城市科大任教，对他来讲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那是说直接看到学校的老师，那种教学方式，我想未来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当然这也没有很特别的意义，但是就是说它是我们从小的一个愿望。那因为这一次有透过城市大学帮我圆了这个儿时的梦想，其实当下我没有考虑太多，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未来要走的路。第一时间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要进来，就学校既然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要进来这个学校，然后把自己所学的奉献给学生。台北城市科技大学董事长郑逢时为了迎接曹君阳的到来，替他披上球衣以及赠送教练棒。曹君阳也回送象征100分的100号球衣给郑董事长，期待曹大帅未来能够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学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运动人才。以上新闻是由超晨林冠廷在台北的采访报道。